channel， 我是 E。 今日我哋就嚟到 Stephen Pearce。 咁究竟 Stephen Pearce 喺边度嘅咧？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剑桥啦。咁剑桥嘅私立学校咧，其实都有几多噶。咁譬如就 Stephen Pearce 啦，有 The Lees 啦，有 St Mary Cambridge 啦 ，MPW 啦 ，RB College 啦。亦都有最近咧加入嘅 Cardiff Six 房 Cambridge Campus 咧，都嚟咗 Cambridge。而今日介紹嘅 Stephen Pearce， 我哋主業咧就係、是、集中過嚟睇佢哋嘅 Six 房啦。佢哋嘅 Six 房咧就係、是、同其他嘅中學部分咧就唔一樣嘅。佢哋係有自己嘅學校，咁所以相對嚟講啦，喺嗰一區嚟講 ，Six 房 Centre 咧其實真係好大噶。我哋就嚟到 Six Form 嘅 boarding house 啦。咁 Stephen Pearce 咧，正系 Six Form 咧先至有住宿嘅。佢哋而家呢个 St Barnabas House 就系佢哋嘅主要嘅 boarding house。其实佢哋系有分两边噶，而佢哋嘅 house Paris 咧，主要都系喺呢个 St Barnabas House 里边嘅。Stephen Pearce 喺 boarding 嚟讲咧，系只系提供系 six form 噶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系 BNO 嘅家长咧，亦都系可以考虑佢哋嘅 day school 嘅。Stephen Pearce 比其他学校的好处呢，就是他们提供的科目呢比很多学校多。譬如说他们是可以选 psychology 啦、sociology 啦、philosophy 呢这一类呢比较少见的科目的。如果大家想知多些的话呢，可以继续联络我们。如果你成绩好的话，我是绝对推荐。原因是他们学术方面真的在剑桥里面是数一数二的。不过也都因为他们的住宿和学校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我们会建议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生才入去圣 Stephen Pearce 读的。今次关于学校介绍就来到这里了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下一集见。